为了为了浙江桂林木梳协助社区的大小事，何必定甘马子社区发展协会甲木东宫管理委员会做会举办一场联谊餐会。彰化县长王惠美嘛受到邀请出席，嘛感谢浙江为社区发展贡献心力，希望未来大家能继续为了社区服务，让甘马子社区成为彰化县的榜样。县长王惠美来到会场，马上就达到敬酒，感谢大家的辛劳。担任木东宫总干事的彰化县议员林根仁表示，木东宫是甘马子社区重要的信用中心，真济代志拢是靠浙江协助，才会当顺利完成。啊，今仔是咱甘子社区以及咱甘子木东宫吼啊来结合啊咱这志工会啊吼，因为啊咱甘子社区甲咱甘子木东宫的志工呢，也有百外个吼，啊拢啊平常规年冬呢，拢咧替咱木东宫甲社区来咧奉献。啊，而且甲啊理事长甲咱大庙呢，啊甲咱里长来结合，啊今仔日咧招咱遮个甘子的里民呢，啊大家共同吼，啊出来庙埕，遮甲啊一个食一个平安餐买个吼，啊祈求咱风调雨顺吼，啊今仔日啊咱今仔哦席开有差不多要甲30桌吼，所以咱的志工呢非常的踊跃啦吼，啊而且甲嘛代表啊木东宫呢感谢咱。即个志工、志工妈妈、志工大哥呢，一年的奉献吼，啊，而且加今仔日呢，啊，食一个平安餐，希望倒去啊，咱每年呢，大家拢能事事顺利吼。甘马子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忠正，佮甘马子里长陈明环拢表示，甘马子社区一直拢持续发展当中，目前已经成立关怀据点，希望户长者会当受到照顾，互少年人出外做工课，毋免烦恼。真感谢阮个迄个。志工一年来辛苦，啊，就借今仔日来办这个尾牙来安过闹一下，啊，希望讲来年会当过来办扩大举办的，是来过闹这个迄落良民这个活动，看若有法度再来扩大举办。今年算第六年来举办，啊，真感谢吼，这志工长年的辛苦啦，更加感谢吼。遮热心赞助，咱遮拢无去用着大庙吼、甲社区的钱啦，拢是安尼靠遮各个吼、遮善心民主啊，大家热心的赞助，互咱的整体工作拢当个圆满顺遂。甘马子社区伫正人的努力之下，一直持续伫发展当中，大家拢希望将家己所住的所在变成彰化县上适合住的好所在。新彰化新闻李明宏何美采访报道。